所以如果我你真的坐低，我射你媽不到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咪要企翻高的人咯。好啦，当你企翻高的人，然后再攝住王林。好，大家好，又是我 Coach Free 啦，又是一辑新的教学片嘅开始啦。今日的主题是咩呢？就是豪哥之选。我哋今日咧就是阿豪哥话想学咩，我哋就学咩啦。你今日想学咩？咪嗰个切入点样？系应该膊头拎位啊，定系？嗱，佢琴日同我讲咗一个嘅，谂咗一个啊，我点样可以用我哋个膊头拎位过人？咁我哋系啊，跟住然后。黐住人，即系过完之后点样？哦，即系简单啲都系个人啦，系咪个人 ？OK， 好，我哋今日咧就讲点样我哋去膊头攞位去个人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先讲咧个人咧，我哋要系用身体边一 part 去个人？唔知究竟系用脚啊，系定系膊？我见啲人系用膊头，系系你用膊头，你见边个啊？例如？NBA 嗰啲人啊 ，NBA 嗰啲人，點解我哋會用膊頭過？知唔知？攝過佢。嗱，你記住，假設你唔喐，假設嗱，我可以 fit 到你唔喐先 ，OK？ 點解我哋用膊頭？其實男底攞位都係嘅，因為當我哋咧膊頭過咗佢咧，其實你隻手卡喺度咧，佢係轉唔到身嘅。轉身，明唔明白？所以咧，你只腳唔過都唔緊要噶。當然只腳好難唔過啦，但係即係你最緊要係隻手過咗咧，你就會將整個人擺咗喺後邊。其實男底都係咁嘅。當我哋男底 pump up 嘅時候，例如 power move fake boom 攞咗，你就已經喺我後邊噶啦。我哋咧個膊頭，因為係我哋個手踭過咗，你就過。明白，所以咧，我哋真正过人嗰一点就系我哋系手踭过。咁如果我哋手踭过系呢只脚定呢只脚？呢只脚就错啦。点解呢？因为如果我系呢只脚加手踭，你下一步一般往外。明白，我哋其實係應該係呢只腳加手踭。明白，我下一步就往內嘅，我就會切入向籃。其實之前我哋重拍第一部個人嗰個教學片入邊講過，去環開。你點解我哋要向環開？是因為我下一步是向內的，如果你第一步是向前開，你下一步是向外的，你很難向前之後這樣走回來，因為那個人本身在你前面，所以你第一步過他會動的，你記住，因為大家呢很多都誤會了，就是呢在你的第一步你假設了對手不動，其實你開第一步對手是會動的，对手喐嘅时候，我哋就要第二步向翻内。你见唔见到已经食咗你个位置？明唔明白？已经食咗啦。所以我哋重点就系、是、咧，其实个人都系点解你哋过唔到人嘅原因，就因为你向前过啊嘛，你向前过。下一步你咪俾人頂走咗咯，你食到佢位都望噶。嗱，我向前嘅話，你下一步都係向緊外，睇唔睇到？因為你會有 contact 噶嘛。如果你哋真係想去個人，有兩點咧，你係必須要做到嘅。第一就係我哋個人嘅時候向環，記住向環。OK， 我哋向環，然後攝翻入去，
向環開。有冇話向佢個邊個位嘅？其實你唔使向邊個位嘅，重點係乜嘢咧？包到最外，用膊頭撞開佢個防守，因為一定係 contact 嘅啦，一定會有身體接觸。如果完全冇身體接觸嘅話咧，咁嗰個人其實企咗喺度唔喐嘅，你都過硬嘅。所以你話你撞去邊個位咧？理論上就話撞膊頭呢度，實際上你唔係好使理嘅啦，一壓撞埋去就得嘅啦。如果撞不開呢，即是例如你快啲啦，一壓撞不開，我哋咪拉後囉。你好快就判斷到啦，呢個就經驗，你要盡快判斷到，如果我哋一個做唔到，急停咯，拉翻開個距離，然後點啊？轉，你用呢邊向環開轉向。之前同阿豪嘅温浪温嘅轉向你係點嘅？我嘅轉向係因為為咗你，我睇翻你點打，從而入邊改你嘅動作，諗住係你點噶？唔記得了，都係向環嘅，但係就。即係兜圈咁樣咯，向環唔係你唔係兜圈，兜圈你過咗人，就是、因為我哋其實個人係兜圈，係兜圈，但係你係乜嘢咧？你係八字向，向呢度，向呢度，永遠都係向外。呢個第一個。第二個，阿豪嗰個進攻模式咧，冇乜點變嘅，去，係啊，通常冇乜。我哋一定要記住，當你一打一，你對你嘅對手係識防守嘅，即係有經驗。好似我呢啲，我係有經驗，但係冇體力嘅。你唔好諗住一個轉向你可以過到我，甚至你係冇一個轉向。我哋要喺一個動作入邊。我哋要一個動作入面有幾個轉向先得嘅，幾個係啊？幾個轉向係咩咧？例如 cross， 例如拉後啦，拉後都係轉。啱啱咪一個假動作 ，boom， 拉後再過，多幾個選擇。但你要記住，你要保持住啱啱嗰個節奏喎。你見個節奏係快嘅，慢、快、快。你要保持住喺個節奏入面有多個動作，即係呢個就係你點樣可以真正可以突破到個人，因為你嘅節奏咧亦都係好單調，去唔到停，去唔到停，單調，所以你咧係冇能力咧將呢隻手攝咗落我呢度，你係冇能力攝咗入嚟，悶得滯，女朋友會同你講分手添。好了，那我们试一下阿豪练习一下，首先练习一下呢，起动变节奏再摄位过这个动作。我们试一下，阿豪现在试一下攻我，看看他明不明白我说什么。开始，我所说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快不快，你的动作中啦、啊，
中速，快唔係快，慢唔係慢，又喺我個防守捉到你嘅速度嚟。先記住一樣嘢，何為快咧？突然性強咧？係啊，突然性強係嚟自於變速，你前面好慢，前面慢啲，創造咗一個節奏先，令防守者咧入咗呢個節奏。所以你見阿立邦起動之前搞啲咩啊？好慢嘅，你要起動就突然間變節奏。我哋唔係講你有幾快，係講你嘅變化有幾大。所以你要記住一樣嘢，你如果你運球去個人咧，變速咧唔係將你嘅速度不停提高，係你要將前邊減慢，後邊加快。你而家就兩樣都喺中間，前邊唔慢，後邊唔快，明唔明？嗯，準備再嚟。咁啊，即係嚟慢慢慢慢。唔係嗱，唔單止嘅。第二就係咧，你如果細睇咧，啱啱阿豪嘅動作再大波，係你已經重心中前啦，你已經釋放出咧個人嘅感覺。當你如果一釋放咗呢個個人嘅感覺咧，呢個人感覺到會後退，我會拉後。你要釋放啲乜嘢感覺出嚟？射波。冇錯，射波嘅感覺係乜嘢？咪對住咧，你挺直翻個人。明白，立邦個人之前就係咁，係咁，係咪啊？一定係咁嘅，咪就係咁。我哋先要拉起個人，點解咧？拉翻個人，唔好俾佢中前先、嗯，你自然都放鬆咗，你咪跟住我企高咗個人咯。點解啊？因為好似好鬆鬆，覺得你唔會進攻，覺得我射多過切入。所以如果我你真的坐低，我射你也掹不到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要站高的人咯。好了，当你站高的人，然后再攝住狂澜，我这里是加速向右切入，但为什么你会被我吃了个位置？对，有人不明白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当我起动的时候，看多次，当我起动的时候，我有一下咁嘅动作，我就系隐藏咗喺个起动嘅动作入边。你其实感觉到你反应到嘅，所以你就会窒一窒。我已经担住咗你个踭，然后放篮。你的進攻意識就是我切入、切右、向左、向右，一定是左右。如果我要向左的話呢，是左右左。左。明白嗎？是，因為你在右邊。嗯。你這樣想就可以了。除非你是去到 Derrick Rose、Ja Morant 那隻這樣的速度，你什麼都不用做的，潛下去過就可以了。潛下去，你啱啱都潛落，但嗱，我好傷膝頭哥噶，我咪話好啊，成日大家都睇得出嘅，兩位球員都係燃燒緊佢哋嘅膝蓋喺度打籃球嘅，